挑战继续，一起来看下一位黄金选手会是谁呢？大屏幕滚动起来，三二一停，掌声有请张东京。你好。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张东京，来自北京，非常开心参加黄金一百秒的节目。照片里还有一个照片，上面都是谁的照片啊？上面都是杨坤老师的那个照片。你和杨坤的关系是？就是我特别喜欢杨坤老师唱歌，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他这位歌手。既然说到了杨坤，现场让咱们选手给咱们展示一小段好不好？不模仿无所谓，我觉得上来都模仿无所谓。唱一个这个，来个杨坤别的歌。杨坤好听歌那么多呢。风吹过，风吹过，草地像牛羊，牧马人爱爱流浪，坐在很熟悉的机场。那个真像，掌声鼓励吧，行吧，来来来，这个我最喜欢这个歌。坐在很熟悉的机场，等待飞向别的地方，又换了场，熄了灯光，为何夜里还睡不香？啊，别了嘛，那不打。我看你衣服，你在谁？对，今天我还还有设计的，贴着杨坤老师的。这是我这角度没看到，这是什么？杨坤老师的大头贴。还真是铁粉啊。嗯，杨坤的两张照片，有一次好像你还和杨坤有一个合唱的机会是吗？哦，对，是那个杨坤老师的歌手会，然后呢我特别有幸，然后模仿了杨坤老师，就是刚才您唱让我唱的这首歌。你最后和偶像一起合唱是啥感觉啊？当时我觉得我好像在做梦一样，我就觉得我没白坚守杨坤老师，没白学他，然后模仿他，我今天终于站在这个舞台上了，也感受到榜样的力量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一次站上黄金舞台，也鼓起了你的勇气向偶像致敬。对，准备好了吗？是金子，总会发光，请登台。一百秒计时开始。到底多爱你，到底多想你，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，蓝色热带雨，他没有说明，在玻璃后对我叹着气，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，没有人能告诉你，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。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，继续的问或放弃，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。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，没有人能告诉你，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。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，所有的吻都浪费，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。挑战成功。祝贺你，恭喜彭菊园黄金项链送给你，继续加油。A王你继续加油。